金凤，跟你在一起的日子，我想的都是如何开拓生意版图，如何在上海扬名立万。你为我做了许多事情，我是真的心存感激。这次你意外身亡，让我觉得人生无常，想安定下来，想生几个小孩，将来继承我的家业。程英不是击败了你，只是他出现的时机比你合适。你不要恨他，也不要怨我。捐过点钱，并没有什么关联。难道这里面有什么文章？好了好了，不要抢了，一人一个。院长，哟，陈姑娘早啊！哎呀，陈姑娘真是好心人呐、啊，一有空就给孩子们送牛奶喝。这都是小事，比起院长您大半辈子时间都在照顾他们，我这根本就不算什么。哎，陈姑娘太客气了。小朋友，快过来，快过来！小朋友们，快来！快过来，快过来！哎，排队，排队，排队啊！哎，别挤啊，一个一个来，按顺序排队啊！哎，不要挤，一个一个来啊！哦，你是说孤儿院里的疯女人啊？她叫秋姐，来这儿几年了，每次打雷的时候就失常大叫，又是杀人又是救人的，吓死人了。我们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。也不知道他到什么地方来，要不是院长好心收留他，他早就死了。我今天倒要看看他是何方神圣。
我是怎么过的吗？我一直活在痛苦的记忆中，无法自拔。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，你的脸都会浮现在我的眼前。别碰我！现在好了，你还活着。我只想告诉你，过去我所做的一切，一切，我不是故意的。美如，你能原谅我吗？美如，你能原谅我吗？美如，美如，不要杀我！美如，美如，不要过来！美如。美如，美如，美如，你听我说，你看着我，你听我说，美如，美如，美如，你听我说，不要叫，美如，不要杀，不要叫，美如。好听吗？好听。那下次姐姐再教你们唱歌好吗？好。那小朋友们，现在跟院长去那边玩。走啦！姐，你怎么蹲在地上啊？来，起来，咱们去椅子上面坐。今天的药还没吃吧？吃药啊！来，你看，你现在天天吃药，是不是就不疼了？不疼了。那我们呀，吃点饼干，这个就当是你乖乖吃药的奖励，好吗？姐，过一阵子我会带你到很远的地方去看病，中间会有些辛苦，一定要坚持住，你会好起来的，好吗？你去，我去。我当然去了，我陪着你去。还有十天，咱们就要离开上海了。到时候治好你的病，报了仇，我们就能安安稳稳地过日子了。这过程中，不管再困难，我们都要坚持住。只要能和你在一起，我就知足了。来，再吃一块。秦美如，她为什么还活着？为什么会变得如此疯癫？又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出现？他到底是真傻还是假傻？他知不知道他的出现会将我逼到什么样的绝境？如果真相败露，我这辈子就毁了。传爱孤儿院，丰富成英，揭破真面目，
金凤写的这个字条到底是什么意思？程英怎么会跟这些有关系？金凤出事的地方就是孤儿院附近，出现在他车上的恰恰又是程英的哥哥，他们和美如到底会是什么关系呢？不行，这个事情我得好好琢磨琢磨。来，坐。你不是说今天没空吗？怎么又突然约我出来了？程英，我说你还记得那个传爱孤儿院吗？我听说你经常过去给那些小朋友们送牛奶，还经常去看一个叫秋姐的杂工，为什么？你怎么知道的？只要是我想知道的，就没有我不知道的。其实也不是故意瞒你了，只是我觉得这么小的事情没有必要在你面前邀功。上次你带我去孤儿院的时候，我认识了一个小女孩，她说她特别喜欢喝牛奶，我就答应帮他们买过去。后来我把牛奶买到的时候，就被那个秋姐给打翻了。我看她呆呆傻傻的，挺可怜的。后来我去送牛奶的时候啊，也就是顺便去看看她。就这么简单？照顾一个人有多复杂呀？我跟院长的关系特别好，他还说呀，会尽力帮我们金舞台做宣传。我这几次捐的牛奶也都是以咱们金舞台的名义，我以为你一定会支持我的。那个秋姐到底是干什么的？不知道，听说是外地来的，跑到孤儿院门口乞讨，后来就被院长给收留了。哎，你见过她吗？没有，当然没有。也是，他那样的身份你也没有什么必要见他。你放心吧，孤儿院那边我会替你照顾好的，多为咱们金舞台赚取好名声。我突然想到金凤出事的地点好像离孤儿院很近，你那天去过孤儿院吗？没有啊。我听刘妈讲那天你回去得很晚，那你去哪儿了？你老实告诉我，我可以理解的。我那天其实是去见文忠了。我担心你不开心，所以就一直没敢告诉你。那天晚上，文忠把我约出去，跟我表白。我没答应他。后来那天打雷，我也没有车子，所以就回去晚了些。我是怕你生气，所以一直没敢说。但你要是不相信的话，你可以去问他。你怎么会突然问这件事情啊？是不是孤儿院又出什么事了？没事，我要拨一笔款给孤儿院，只是恰恰听到而已。下次有空的时候我们可以一起去。好啊，可不可以去看那个叫秋姐的杂工？可以啊，那样岂不是更好？只不过她这个人啊，神志有点不清楚，我每次去送吃的的时候也没什么交流，她不大说话。那下次一起去，来，喝酒，敬你的善良。他竟然一直派人盯着我，但愿他真的没有见过姐姐，也没有怀疑到我，要不事情就麻烦了。
小月姐，哎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我们有点重要的事想商量，想来想去，还是你这最安全。没问题，青田的房间每天都在打扫的，你们就在里面聊吧。谢谢小月。没事儿，这边请吧。当然了。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林世伟怎么突然间问起孤儿院的事了？我也不知道，今天实在是太闲了，就连那个刘妈也是听林世伟的，我的所有行踪她都在观察，所以以后你们也不能去我那说话了。还好有志，我们仨都是分头来的，还算是安全。二小姐，以你的观察，林世伟有没有见过大小姐？不好说，但是我今天确认过，我姐在孤儿院待得好好的，我本来想带她出来的，可是孤儿院的院长跟我说，林世伟派人去送了好多救济品，还说以后孤儿院跟我姐都是他的救济范围，有什么问题都要跟他报告。如果我们这个时候把你姐转移出来，林世伟一定会怀疑，怎么办呢？我倒是可以天天守着她，只要她有危险，我就可以出现保护她。我现在担心的是，我们都不知道我姐是什么状况，有没有见过林世伟，万一见了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就危险了。我倒是觉得今天林世伟问你那些问题没有指向你是秦美柔，他可能现在还没有对你的身份产生怀疑。我也这么觉得。对了，距离你们出国还有一周的时间，你们能不能提前走啊？我可以尽量安排一下，提前两三天是有可能的。走得太仓促恐怕也不行，我还有很多事情没有交代，我怕走了之后连累我哥和丁莹他们，还有很多东西没来得及收拾。那这样按兵不动，跟往常一样。文忠少爷，那就麻烦你尽快做好准备吧。文忠，你爸那边有问题吗？我尽量吧。那就拜托你们了，现在这个紧要关头，我姐千万不能出什么事。放心吧，有我在。文忠，哎呀，我刚接了一个采访风土人情的选题，要去好几个村落呢，但是那几个村子离市区太远了，你闲着也是闲着，开车带我去吧。沈清，我。哎呀，你什么你呀？你这两天干嘛呢？人影都不见。哦，我知道了。我听鸿雁说了，程英跟林世伟要结婚了。嗨，这么大的事你憋家里，你也憋不出什么来。不如这样，程英不要你了，我要你。你在家里边闷着也不是办法，跟我走，我陪你散散心去。这是什么呀？房契，你要卖房子呀？怎么了？山青，我跟你说实话吧，我可能要带着程英出国了。你疯了吧？程英要跟林世伟结婚，这时候你为他卖房子？我这不是卖，我就是长租十年，换点现金来用。这房子是你妈留给你的，让你结婚的时候做婚房用的。你长租十年，难道你十年不娶了呀？我做这件事情不就是在为了我心爱的女人吗？况且我妈也是个通情达理的人，如果她在世的话，我相信她也会同意我这么去做的。况且，我这是在救程英。她需要你救吗？我觉得现在最需要被救的人是你。你不想想，这纸包不住火的。如果你爸知道了，他怎么想？他不得气死啊！我当然知道了，可是人命关天，我必须这么做，我必须这么做，你知道吗，山青？到底是怎么了？你跟程英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？你还当我是朋友吗？如果你当我是朋友的话，你就全告诉我，我帮你一起想办法呀。我真的不能说，我有我的苦衷。你相信我，以后我会找个机会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你的，好吗？爸，您不是去南京了吗？怎么突然回来了？你还知道我是你爸呀？我要不是今天回来，你把我所有的产业全卖了，我还不知道。你胆子越来越大了，
居然把你妈妈留给你的房子偷偷的租出去，然后拿租金走人！对不起啊，爸，我……对不起，这是一句对不起能完事儿的吗？你为了一个歌女，竟然能干出这种事儿来，真有出息啊你！爸不是您想的那样的，我就是想帮程英离开上海，我就是想帮帮她。你帮得了她吗？你演英雄救美呢？ 他在上海滩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，轮得到你帮？他不是您口中说的那种人。高伯伯，您消消气，消消气。文中也说了，他是有苦衷的，时间没有到，他没办法说而已。 善清，你跟文忠从小一起长大的，你也不是外人。前两天，他给我打电话说，要出去留学，去拍照，我想都没想去答应。我在南京开会，今天提前回来，就是要趁这两天好好的陪陪他。想不到，他竟然策划着要私奔。爸，对不起，我。 我知道是我做的不对，但是我真心想帮程英。以前你都是在管我，这次能不能给个机会，别管我了。你要是敢离开这个家半步，我就什么都不管你了。高伯伯，文忠，你好好跟你爸说一说，你爸这么爱你，他不会不管你啊。 起来了吗？啊，我起了。我进来了。程英，你怎么这么早就来了？今天商会有活动，我想一整天见不着你，所以过来看看你。对了，给你带了早点。好呀，那我们出去吃吧。 你手怎么了？有纱布吗？我帮你包扎一下。不用了，我刚才不小心滑的，不用那么麻烦。我抽屉里有消毒水，我一会儿自己消一下毒就行了。哦，在这是吧？找到了。 我帮你戴上。这个发卡好特别，是你的？对啊，是我之前买的。特别像我一个故人的东西。
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要不送给我吧。是什么故人啊？看样子你还挺在意他的。哦，在淮安认识的一个朋友。怎么，舍不得？还是说你这个发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？总归是自己之前买过的东西，就算没有什么特殊意义，也想留个纪念呀。要是什么都不在意的话，岂不是很忘本？是是是，我逗你玩呢，你收着吧。你留着吧，我跟你开玩笑的，我怎么会舍不得一个发卡呢？你要是喜欢就拿去，就算是对故人的一个念想。那我收下了。嗯，来，你赶紧坐，我帮你。来，疼吧？以后自己要小心点啊。怎么办？他一定知道我的身份了，姐姐那边肯定也危险了。不行，我得马上想办法，绝不能让他落到林时为手里。文忠，怎么了？有心事啊？昨天晚上我把出国的事儿跟我爸说了，他很生气，接下来的事儿可能麻烦了。真是辛苦你了，但愿一切顺利吧。大小姐那边就拜托你照顾了，林世维我会监视他一举一动的。你放心吧，有良，出国之后我会像对待亲姐一样对待美如的。糟了糟了，林世维好像知道我的身份了。他怎么知道的？他早上看到小时候我哥送给我的发卡，那个时候他在我家里也见过，所以马上就认出来了，还从我这要了去。这下可糟了，尤其是大小姐，她没有保护自己的能力。不行，我觉得还是尽快把她转移出去。事不宜迟，赶紧把她接出来，咱们今晚就出国。这能行吗？顾不了这么多了，他知道你的身份会立刻动手的。今天晚上10点有一班船，咱们就坐那班走。对，就这么办。好吧，那就听你的。不过现在是大白天，我们开车去接人实在是太显眼了。文忠，要不你先回家收拾行李，我跟有良哥去接我姐，到时候你就躲在后山的小路上等我们，我就说带我姐去后山转转，到时候咱们再集合一起走。好，一定要注意安全。嗯，咱们后山见。知道了，走。阿全，啊，掉头回去。是。保佑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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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姐，保佑我，姐，保佑我。咱们起来，收拾收拾东西，我马上带你走。走，我们走。对，咱们一起走，赶快收拾一下东西。我不行，我。我要扫地，我今天还没扫地，院长知道我没扫地会罚我的。哎，姐，不用扫了，他们不会怪你的。咱们还是抓紧时间离开吧。不不不不，不行，我要扫地，我要扫地。那这样，你答应我，只能在门口扫，千万不要走远。我收拾好东西，咱们就立马离开，好吗？嗯。扫地，院长夸我扫得好。
刘妈，程英呢？哦，程小姐啊，早上你刚出门不久，程小姐她就匆匆忙忙的出门了。走。好。姐，快进来，快来。等我一下啊，我再收拾收拾。你要带他去哪儿啊？侍卫，你怎么来了？这边的捐款有些事情还没办好。我之前听说你经常来看秋姐，所以我也过来看看，没想到你真的在。啊，是啊，我也是刚到，进来的时候发现她把衣服撒了满地，就帮她收拾一下。秋姐，认得我吗？坏人，你不要过来，你不要过来，坏人。坏人？我怎么会是坏人呢？我是来帮你的，告诉我你家在哪儿，我送你回家。你不要过来！我不知道，我不认识。侍卫，他是流浪过来的，也不知道自己家住在哪儿，你就别问他了。他脑子不清楚，别回头再伤了你。他怎么会伤了我呢？我是过来帮他的。哎，秋姐，别怕。别怕啊！妹妹救我！秋姐，妹妹救我！秋姐，妹妹救我！妹妹救我！妹妹，居然叫你妹妹，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你有一个姐姐呢？啊，妹妹，你跟我说说吧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秋姐，刚表扬你两天，扫把怎么又随便乱丢啊？林老板，程小姐，你们也在啊？妹妹，救我！妹妹救我！林老板，不好意思啊，他就这样认不清人。他们是坏人，我不认识他。哎呀，你不要吵了，这两位啊，是你的大恩人。你要是明白事的话，应该对他们感恩不尽才是啊！啊，那你们先聊着，我先去忙了。听话，听话啊！妹妹，先走了。妹妹，秋姐，妹妹救我！妹妹救我！妹妹救我！侍卫，你看他虽然脑子不清楚，但还是知道好歹的。我之前老是给他送吃的，所以他就跟我特别亲。有一回啊，有人给了他一个橘子，他自己都舍不得吃，非要留给我，最后橘子坏了也没舍得吃。所以你经常来看他，对吧？是啊，自从不在宿舍住之后，老觉得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，跟他聊聊天还挺放松的。虽然他什么都听不懂，但就一直在那儿听着，好像也能帮我分担一些。这样看上去还真有点姐妹俩的意思。我从小呀就特别想有个姐姐，看到人家有姐姐的家呀都特别羡慕，人家都玩一些特别文气的游戏，哪像我哥呀，整天带着我去抓鱼上树，要么就抓麻雀，把我弄得跟个假小子似的。别说的那么可怜，咱们就别打扰他了，跟我车一起回去吧。要么你先回去吧，我想再多陪他一会儿，他刚才都吓坏了。他脑子本来就不清楚，就让他安安静静待一会儿，岂不是更好？今天我应酬多，你就陪着我，阿全等着咱们呢。走。妹妹。
辛苦他的表演真不错。说的是，谢谢啊。看表演就来这儿。是啊。感谢你们支持进舞台。谢谢林老板客气。哎，你们自便啊。哎，好好好，谢谢。哎，你先忙。我去下洗手间。来，干杯。哎，干杯。适配一下，哎，好，好。现在什么情况？我也不知道，他现在在那边一直拖。高文正，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，我们俩是不可能的，你别再纠缠我了。程英，你要吵架是不是？你以为我愿意跟你吵架吗？像你这种人，不吵架就说不明白。你还没跟别人结婚呢，我怎么就没有追求你的权利了？你这不是追求，你这是骚扰，你一厢情愿的骚扰。我拒绝了你那么多次，你不觉得丢人吗？程英，我如果是你啊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那么丢人，我就赶紧回去收拾一下自己该带的东西，买张船票，走得越远越好。是，我是喜欢你，你用得着这么绝情吗？到底想怎么样啊？你以为你像一个傻子一样这么等着我就会有结果吗？你死了这条心吧。我还就告诉你，我会等你，除非你一辈子别见我。好啊，那你就等啊。你觉得我会在乎吗？我会等你的。哎，大家继续啊。没事没事，小插曲。怎么样，程英，你没事吧？走。你确定程英是要咱们先来接大小姐的吗？没错，刚在情急之下我问她是不是要吵架，她跟我说不吵架就说不清楚，说明她在给我们传递信息。她让我带着该带的东西离开，这说明她让我来接她姐。我说我会一直等你的，她说你要等就等，这说明她会想办法来跟我们会合。那事不宜迟，咱们赶紧把她接出来，保证她的安全。好。好。事情，要不我找他谈谈？不用了，我本来跟他也没什么，今天把话说得严重了一点，对于他来讲也是长痛不如短痛，希望他能够早点明白吧。都十点半了，你看，你陪了我一整天了，我先送你回去吧。我跟丁英约好了要去宿舍拿一件衣服，我还是再等他一会儿吧。你不用担心，等一下我自己叫一个黄包车回去就好了。行。听你的，注意安全。嗯，好吧。嗯，程英，程英，不好了，我刚去孤儿院，大小姐不见了。什么？文正还在那找，我们赶紧过去吧。文中怎么样？有没有我姐的消息啊？先坐吧，时间来不及了，现在想走肯定走不了了。大小姐偏偏这个时候不见了，一定是林世伟干的。他的嫌疑肯定是最大的，但是我们没有证据，我们只能自己查。上海这么大，我们怎么查呀？我姐的脑子不清楚，连最基本的反抗能力都没有。你先不要往坏处想，林世伟也知道你姐失忆了，对她产生不了什么危害。我觉得林世伟不会伤害她的。我们不要自乱阵脚，先想一想林世伟能把他带到什么地方去。是谁曾让你心碎？
情破爱最伤悲，为情曾爱过，为爱去恨过，最后只剩下罪过。